胡杏儿呢日出席活动，宣传喷鼻式流感疫苗。佢话细细个就好怕打针噶啦，唔知道仔仔有冇都遗传咗呢样嘢咧？佢而家仲未识啊，因为佢仲好细个。因为我自己细个真系好惊打针，我好有一个深刻嘅印象。好细个嘅时候，系直情反转咗人哋个 clinic 咁滞，个护士都惊咗我。系啊，所以我好理解而家嘅家长如果要带小朋友去打针咧，那个苦恼啊，系啊，同埋又唔可以唔打喎。咁所以而家有呢种喷鼻式嘅疫苗就哇开心晒，真系可唔可以所有嘅疫苗都变晒呢种喷鼻式咁啊？大家唔使再打针系。呢次同小朋友合作拍广告，佢话有机会嘅话都唔抗拒同仔仔一齐拍噶。哇，真系唔知啊，真系唔知啊，即系要睇下客户有啲咩要求。如果有太难嘅动作或者表情，我都会担心佢做唔到。系啊，即系会觉得好紧张咯，急咯，系啊。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回忆嚟嘅，因为即系一个纪念咯。